吉安健康运动年，吉安乡公所与花莲县艺检太极发展协会在好客艺术村举办了乐舞飞扬缤纷吉安，700多位会员透过太极拳路以及音乐共舞，以拳会友进行文化交流，共享全龄世代的中华武术。而县长以及立委还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到场致意。吉安乡公所和花莲县艺检太极发展协会举办110年乐舞飞扬缤纷吉安的活动，700位爱好太极拳的会员齐聚好客艺术村，在悠扬的国乐声当中，以拳会友进行文化交流。舞动太极，缤纷吉安。今天看到我们的艺检太极、城市太极，用融合学习的力量，来到了好客艺术村。看到了活力，看到了健康，看到了生命力，这也是我们在吉安建设的软实力。美好、适性、舒服的空间，欢迎大家一起来运动，一起来用音乐来结合力与美。我们也结合了庆丰的这样的一个乐团，我们相信适性快乐宜居的欢喜在吉安。希望在疫情过后，大家一起来到吉安，运用我们的能量来创造自己的幸福。吉安乡公所跟乡亲一起努力。星期六活动满档，包括了立委傅昆萁、县长徐正伟，还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依序到场，向太极协会的会友们致意，并且大力推崇太极运动，希望大家都能够休养身心，促进健康。也希望大家能够带动我们各乡镇这样的一个艺检太极拳，中华艺检太极拳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带到花莲的每一个角落。舞动太极呀，弘扬我们中华武术的精神，尤其是内修修心，而且在处世为人又可以用太极的这个道理，哦，去这个迎向美丽的人生。啊，太极真的是太极拳，不是只是一个武术之一，它是修身养性最好的一个运动。那我担任16年的地方首长，长期在桃园8年、新北8年，也是推动太极，推动太极拳。那太极拳在各个地方、各个角落，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健康。在庆丰国乐团演奏之下，由艺检太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王木胜、城市太极拳协会的理事长李瑞宏带领大家以武术动作为基础，特色异同的综合套路搭配悠扬的国乐共演太极。乡长游淑珍也体验了太极拳养生运动，希望乡亲能够多利用好客艺术村的广场空间，共同打造健康愉快的幸福生活。谢瑞慧，吉安乡报道。